7-Eleven 自家品牌近日在旺角开设首间 pop-up 概念店，除了供应招牌即磨咖啡之外，还有特选咖啡豆冲制的单品咖啡，还有很多款限定的新产品。饮品方面全部都是即点即冲的，沙冰款式最特别，有6款口味，其中港式奶茶沙冰最有香港特色，红茶茶底浓而不腻，奶茶味非常之突出，表面加上香甜的忌廉，卖相好吸引。另外手摇冰茶系列味道同样有惊喜，将酸甜的水果配合茶饮，够晒冰凉消暑。最推介的就是热情果乌龙冰茶，热情果的果香香甜又浓郁，加上回甘的乌龙茶，两者平衡得啱啱好啊。食物方面，烘焙包点亦有多款选择。一定要试下朱古力心太软啦，切开真系有流心效果噶。另外 7-Eleven 最近推出了外送平台，用 YUU 手机程式就可以落单，订单60分钟之内就会送到，简单又方便啦。